要装嫩的。算呀，算，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你有饱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饱。是柿子哦，这是削皮削好的。来，上面坐下，拍张，拍张。二，好。哦，好热哦。对呀。冷静点啊！好，来，开。你们是自玩家走了呀？对呀，真好吃。里面有柿子啊，你有没有吃过？那个季节，阿妈最爱的。这是你最爱的，以前是打工上次来是2005年吗？所以已经也是经过了15年，偷拍一下。去的是二楼，二楼应该可以待3秒，没有，待1秒，因为你上去就是每个人头凸出来那边拍照。等一下我去排队啊，然后等我上去的时候，你要过去这边板凳上来帮我拍照。你要去拍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看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头都凸出来给人家拍照。看着吗？对。有点不懂。等一下你看着就懂了。从那下探出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就只要举着就好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下下一个嘛，好，我去楼下。我就这边交给你了。我就这样，只要一直拿着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要拍到，哎呀，拍到了。哦，好。有啊，有拍到你啊。三大叔都拍到。Thank you.
任务完成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小孩子呢？我看我穿，姐姐穿，妹妹。快点，一，快点，来，两个小朋友来，快点，好好好，好，OK。但是，问你的问题哈，你这样飞，你想不想玩荡秋千？那我去玩一下。他是小朋友，比我小，比我小就叫小朋友，比你小啊。按下去就好了，按下去就拍你，对对对对对，拍帅一点没关系，我不会太介意，对，不用比耶吧，不用客气，不要客气啊，没关系，他会的，来看我，三二看我，好，小孩子嘞，小孩子好，你可以进去啊，为什么？你这一辈子可能只来这一次了，没有人会想来第二次，除了我以外。但是带他们来一次就可以了。九降风，哎，你这边不需要八家将之类的。嗨，小胡好玩吗？好玩。哪里好玩？会追你哦，尤其是那种老的还在那边跳的。那么老还乱跳会扭伤。来车，你们车停下来。师尊。好长哦。你有拍那个大师尊吗？有啊。铁锤的招牌耶。啥？怎么会是招牌？这是要这么辛苦，用篝火遮住太阳。丝瓜。这里有很多假动物，有人、有鸡、有鹅、有毛毛虫，还有蝴蝶，还有。还有什么动物嘞？美洲豹。可是等一下这里就会没有毛毛虫和美洲豹这两样选项。是。飞起来了！哎呀，头还飞起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静电了。秀莲是吗？你看静电了。有在看是吗？来，我很神哦，我只要躺下就会。吃头发秀来，来，请我们小石虎来吃。